山河万水。
起，恭祝大家新年新大运，阖家团圆万事兴，我们一起带上好心情，希望我的眼里都是你，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， 对你说我喜欢你，我们一起结有人新年新大运，阖家团圆万事兴，我们一起带上好心情。仔细看，手里面有两个碗，没有问题。这边还有三个小球，仔细看，把第一个小球放在手里，用这碗盖住，把第二个球呢再盖住，放这边。这边一个球，这边一个球，接下来的注意仔细看，手里一个球，三二一，进！瞬间小球呢就跑进了，哎，这个碗里面。没有看清楚，再看一遍，仔细看，三二一，过来。中国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传统魔术，古典。三仙归洞，今天呢我把三仙归洞交给大家，希望大家把魔术的快乐传递下去，分享给周围更多的朋友。很简单，把这个球呢放手里的时候拿走，小球在这边空放，盖住它放过来，这边就两个，再把它放手里，三二一，落下去，再把这个球呢放在手里盖住，希望让更多人呢知道魔术，把魔术的快乐传递给每一个人，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哦，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三仙归洞。